这边肯定没有，河东那片按照遍了，也没有。河西各条巷子我找了三遍，也没找到。哎，九哥呢？九哥怎么没回来？这个王八蛋，肯定扯用不着的去了。什么？ 这是怕啥来着？准备再去。不行！住嘴！挡！
那小子跟那儿，把家伙抓回来。好，我去追。一个追击，哨兵太远，咱们怎么不追了？你得那边，我得这边，然后你得明白。明白明白，跟我来。快，再跑脑瓜盖都给你掀开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有多少人？
空吗？扰乱过了。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秦大牙，你不替我美言几句，还落井下石呢？老九，谁让你没有个眼力见呢？好，算我在理。在理。哎，爸爸，你是我爷，你是我爷爷，你像我祖宗也没有。你还记着咱们盟誓中的第三条吗？我到底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好，说出来让俺听听。第三条，我来听你说吧。第三条是：冲锋在前，英勇杀敌者奖；贪生怕死，贻误战机者就地正法。九哥，这是你自己不要自己的命，怪不得别人。哥，你不能杀他。俺为什么不能杀他？这事不能全怪他们。咱们去化工厂不是也没告诉他们吗？什么？你们去化工厂了？我跟我哥还有共产党有和国民党跟鬼子大干了一场。将军，您说共产党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闪电还会去炸我们的军火仓库吗？你说呢？我感觉他们不会了。失败了就打退堂鼓，那不是他们中国人的性格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将心比心，假如这个袭击者是我隆平会议，况且我已经吃了亏，那如果我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，那我就是个傻子。那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另寻战机，寻找其他阻止我们西渡黄河的办法。哥，他们豁出命去找咱们俩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九哥是犯了错，但是还没到斩立决的份上。你消消气儿，就原谅九哥一次吧。关峰兄弟，小泥鳅说的句句在理，你可不能不往心里去啊。这次遇险，我作为指挥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。九哥后来不是也杀回来解了俺们的燃眉之急吗？就冲这一点，关峰哥，你应该原谅九哥。关峰啊，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原谅老九一次吧。原谅他？俺为啥要原谅他？你们都给俺听清楚了。说实话，谁都想活。俺作为你们推选出来的头儿，更不想让你们去死。正因为俺想让你们都平平安安的活着，所以俺才更要严格要求你们。没规矩就不成方圆，规矩对谁都一样，容不得任何人来挑战。如果咱们这支队伍今天你想干这个，明天他想干那个，那咱们只会是一盘散沙。各位兄弟，你们忘了吧？中国军队在中条山上为啥会一败再败？就是因为这心这派的窝里斗。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完全不顾友军的死活。俺想问你，难道你们不想活着看到小鬼子被赶走的那一天吗？俺知道你们都想。对，对，声音太小，俺听不见。对，这才是俺想要的。俺要的就是这种。
凤儿啊，这真是国军里头那个女军官送给你的？碧雪花，中校特派员。中校特派员是个多大的官儿啊？大官啊？多大？怎么也得比咱县的县长大吧？哎呀，俺娘！那这不就是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穆桂英，跟他一样了吗？可不是吗？那这个碧，碧雪华，这闺女俊不？挺俊的。那跟《西厢记》里头那个崔莺莺比呢？差不多吧。哎呦，凤儿啊，啥时候把她领到咱家里来，让娘看看啊？让娘呢也饱饱眼福呗。啊，领家来？俺上哪儿给她领家来？你又让娘啊空欢喜一场。不是娘，娘，那个不是戏里总唱的吗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俺俩只要有缘分呐，那早一天晚一天俺都能把她领回家。关峰兄弟，你睡了吗？求救了。俺还没睡呢，进来吧。哎，老嫂子，你还没睡呢。我这就睡啊，你们唠吧。娘，慢点啊。哎，九哥，坐吧。九哥，俺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俺的。你也能掐回三连？你以为俺是吃干饭的呀？官方，我想感谢你手下留情的不杀之恩。说实在的，当时给我吓坏了，吓得我都尿裤子了。行。你长记性就行，仗脸仗脸，这回是大仗脸，真的。当你乌黑的枪口对着我脑瓜子的时候，实在是太吓人了，像不仗都不行啊。看来啊，这招啊比啥都灵。你的耳目智只要一扣，我的小命就呜呼哀哉了。那从你往后呢？改邪归正，改邪归正。官方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表个决心。好，那俺可就看你的行动了啊！你看吧，从明天起，不，从现在起，我求救就是个崭新的求救。
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发愣啊？这清静啊？这是清静，可是你的心里并不清静啊。你看出来了？当年我在大学就读的时候，学的就是心理学。若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，我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了。那你先给我心理心理怎么样？愿为长官下劳。你少跟我油腔滑调的好不好？开个玩笑嘛，这也是心理医生和病人必要的交流方式和方法。你还真把我当成心理病人了。其实你还真的病得不轻。你再给我开这种玩笑，我可跟你急啊。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？我的特派员姐姐，我可以坦言相告，你呀恋爱了，可是你心里所钟爱的人已经婉言拒绝了你，对不对？咱们回去吧，我想再坐一会儿。你再坐十会儿也是白坐。泥鳅，只有你跟俺最贴心了。今天啊，还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。不就是投靠共产党游击队的事儿？俺想啥你都知道啊！你干嘛问我呀？我不问你问谁呀？俺们投不投？不投。为啥不投啊？为啥要投啊？宋平大哥在哪儿呢？你不觉得宋平大哥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？当然，宋大哥是好人，而且是个大好人。那俺们投他有什么错呀？没错呀。没错，为啥不投啊？不为啥，反正就是不投。哎，国军那个特派员也拉咱们去投国军，那就更不能投了。更不能投。这号军那号军的你见得少吗？哪号军不是糟蹋老百姓的？所以啊，俺跟亲相跟着宋大哥干。只跟着宋大哥干没问题，别人都给我滚远点。别人？哪还有别人呢？臭小子吃枪药了吧？宋先生，不用送了，真舍不得离开你们。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火与血的生死考验已经把我们凝结成生死相依的战友。回去吧，好好休整一下，我们期盼你们再次归来。会的，我相信不用太长时间，我会带一支崭新的闪电小队与你并肩作战。什么看呀？滚！泥鳅啊，不，你这早上都吃了啥了呀？这大家也没人惹你啊，发这么大的火！我吃枪药了。我吃枪药了，你管得着吗？管得着吗你？滚！滚！我让你们滚，听不懂是不是？滚！这小子是怎么了？这是鬼缠身吗？鬼缠身，不要看他现在瞪着眼睛，又是汗又是焦的，实际他现在啥也不知道啊！这就叫鬼附身，得了癔症一样。啊！
这样，我赶紧回去拿点去桂琴咬的东西，咱们一起给他打个场子。你们得帮个忙，给他好好的去去桂，拿拿血。酋长，你说谁让恶鬼缠身了？你娘！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！你他娘才让恶鬼缠身了！你，你这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，我这不是为你吗？我用不着你赖我，用不着。老九，你行啊！这小泥鳅这么骂你，你都能忍啊？只要我忍不了。你哪能跟我比呢？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呐。我想成立一个治安联防指挥部，这个司令你看常来顺怎么样？大队长，您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？哲平，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，首先要懂政治。我是不懂政治，我始终坚信武力征服才是最大的政治。武力征服？自从我们九一八踏上中国的土地，我们杀的中国人还少吗？其结果又怎么样呢？反抗，无穷无尽的反抗。那就是还杀得不够，还必须继续杀下去。土夫的理论。中国有4亿5000万，你都能斩尽杀绝吗？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就要西渡黄河，向大西北挺进了，这就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占领区域作为我们的战略后方。稳定占领区域，光靠我们自己能行吗？所以，像常来顺这样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能轻易放弃。小泥鳅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！这小泥鳅啊，就像吃了枪药似的，这眼睛瞪的得有这么大，这么大个儿。不是，那泥鳅的人呢？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夜袭关家村是最划算的。常，不，应该叫你常司令。你跟我说一说，你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俗话说，树无根必死，人无家必亡。我的账可
可谓是一箭双雕。一箭双雕，夜袭关家村，既能铲除以关峰为首的和大日本皇军对抗的那些刁民，彻底捣毁他们的老巢，更重要的是，确保了大日本皇军准备西渡黄河军火辎重的安全。这可是一举两得、事半功倍的大好事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从化工厂回来以后，你就判若两人，还说没想什么？他是一员虎将，如果能留在咱们队伍当中，那肯定大有作为。你是指关峰？不是他还会有谁啊？加不加入咱们的队伍，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愿，我们要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咱们可以做工作吗？我现在真的很害怕那个碧雪华会把他拉过去，所以我们必须抢在碧雪华回来之前。我回来了，我碧雪华也回来了。好，常司令，我同意你的计划，我预祝你成功。我肯定成功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要把这第一把火烧得旺旺的。什么？常兰顺要夜袭关家村？这是咱们内线刚刚送来的紧急情报，必须赶紧通知关峰他们，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否则肯定要吃大亏。宋先生，通知关峰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你？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胆是越来越大。你该站好了，站好了。说你，你还不服气咋的呀？啊？你说说你今天夺雪，要不是俺及时赶到，你这鸡蛋还不碰了石头啊？鸡蛋咋了？鸡蛋砸他脸上还能糊着他眼呢。这越说你越来劲是不是？你信不信俺揍你？揍我呀，来呀！你要不揍我，今天还就不是我哥了。来呀、啊！